还有王彩华，彩华姐，还有叶天伦导演，是我们还看到了谁？来，我们先一起来合照一张。哎，欢迎刘品言，欢迎演员。我们四位先来一同来合照一下，好不好？哇，这个组合很特别耶，对，好特别，很有意思哦。来合照一张，来四位看向中间下方摄影机，我相信有很多的贵宾都很期待，而且很意外，说今天竟然有媒体拍照区，对不对？今天是金马奖，对，今天是金马奖，还有金钟暖身，好不好？一起看向左下角的摄影机，都是与我们的两位新郎新娘合作无间的好伙伴，叶天伦导演、刘品言、王彩华以及李国毅。来，四位看向右下角的摄影机。好，转向中间下方摄影机，我们单拍一下两位美女好不好？来，男士们请稍作休息一下。你超美好不好？今天穿的跟红包袋，红包袋一样，多么喜气，多么美丽啊！来，一起看向中间。好，好，右下。好，两位转向右下角的摄影机，彩华姐在这个鸡排英雄当中跟家燕同台，对不对？对，演员也有参与演出。那妍妍还要在1006的房客当中跟昆达同台。好，那要单拍一下 Lady 吗？好，那我们这个我们 Lady 不是国艺好了，国艺来，我们单拍国艺一下，恭喜金钟影帝入围哦，《麻醉风暴二》。好，好，看一下左手边。在这1006的房客当中呢，跟昆达同台，比赛开始跟嘉燕同台。好，那我们先来访问一下这个来到今天婚礼的心情。来，我们回到台上，先请这个彩华姐先，没有红包，红包袋先，红包袋先，因为我们进会场一定要先包红包袋嘛。来来来，彩华姐来来。啊，谢谢谢谢大家来参加我跟叶天伦的这个乱欧北共大使之路。哎，不，欧北共得一边共啦。哎，好好，天伦导演，这个很高兴。其实我们都有点傻眼，怎么会有这一场啊？刚才听到你的声音的时候，我心里想说，所以现在是要宣布什么吗？是是是，没有，就很高兴，然后看到嘉燕这么久，其实比赛开始嘛，那是我刚开始跟他合作，那时候他要试镜这个角色，然后我那时候是他的表演老师，那时候还不是导演，嗯，然后后来就拍了《鸡排英雄》，还有后面《紫色大道城》，那就很恭喜他们两位，就是今天就是很幸福的弄了这么大一场，然后。就很谢谢，就是嘉燕其实一直以来我觉得也帮了我很多的忙，是，对，然后很开心可以看到他有一个好的归宿，然后我觉得昆达是虽然我没有跟他非常的熟了，就是没有烂，但是好，不用多说，对，但是就是说他是我觉得他对嘉燕非常好，那我也很期待看到他们接下来看有什么样，也许是不是能够一起演出什么戏，我觉得蛮好的，真好。那妍妍是，我其实跟嘉燕一直以来都还是从《鸡排英雄》开始，一直都互有联络，又加上我们还有蓉蓉，我们这三个小女生其实很常在聚会的时候，从感情一路聊到生理期，聊到什么都有，就什么都会聊。可是，现在看到她这么幸福，就会觉得哇。回溯这些时光真的很感动，真的很感动，他这么勇敢的走上了这样的一条道路，真的很感动。是，那接下来我们换国艺。我跟嘉燕算是一起陪伴长大的吧，就从比赛开始的时候，然后一路扶持，一路分享工作上面的经验到现在，然后非常开心的是在去年1006的房客跟终于跟昆达碰到面了，碰到面的时候你就有种感觉，哇，昆达根本就是男版的嘉燕嘛，是，然后嘉燕就是女版的昆达，他们两个都是这么的夫妻脸，不食人间烟火，感觉很像呼吸跟喝水就可以长这么漂亮的感觉，个性啊各方面都非常的相投，然后今天可以看他们两个走在一起，我是很感动，也祝福他们可以百年好合，长长久久。也预祝你得奖喽。谢谢。而且你看，你是有演过1006的房客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颁奖典礼就10月6号。我知道。
那就是你了哈，加油！谢谢四位，这边请。哎、欸，我还没讲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姐刚不把麦克风丢给他了吗？好，压轴王彩花。谢谢，来宾请掌声鼓励鼓励。谢谢，打个招呼。我以为你讲完，好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看看，就是因为。很开心的，因为天伦导演给我这个机会演了《鸡排英雄》，认识了家燕，然后我觉得他非常亲切，而且很有礼貌，很善良，很乖，又很会演戏，所以我们从《鸡排英雄》呢到现在几年了，七八年了，七八年，我们一直都有对有这个群组都一直都在互动，而且都一直在聊天。哦，聊什么？聊什么最重要？当然有一点点颜色的 啊，明白，没有了。所以那今天很开心的等到了这一天，我真的要。好好的祝福他们呢，就是甜甜蜜蜜一辈子，要永远幸福哦。嗯，谢谢彩花姐，谢谢演员，谢谢天伦导演，谢谢国艺，谢谢小玉，欢迎三位。哇，来一起看向中间下方的摄影机。毛弟跟阿伟都是我们南方的好朋友，对不对？好哥们，来，三位转向右手边。那小玉曾经跟昆达合作过《原来一家人》，也参与过两位男女主角这个《我们发财》的演出，也是我们南方的好朋友。一起转向左手边的摄影机。哎，男孩团体不是应该 pose 要多一点点吗？哇，长大了。有不要再一次吗？来一个吗？什么 pose 之类的啊？三二一，以前传统的传统的男孩，其实我们是有一点不太同款，感觉是有点不要这样，好了好了，我们来先讲祝福语啦哈，来来来，毛弟先。对，因为我跟昆达哥认识，我们是打球认识的，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照顾我的大哥。然后今天可以来参加婚礼，然后在这边祝他们百年好合，幸福久久这样子。也谢谢毛弟，来阿伟。我算是跟他在健身房相处的时间比较长一点。嗯，对对，我是从他的身体从一个弱鸡到现在很精壮，我都有见证这个过程。哦，对对，他现在身体状况非常好，但是我真的要奉劝他，因为结完婚之后身体很容易走样。对，希望他可以继续维持。对对对，加油，祝你们幸福。好，小玉，我跟昆达哥也是拍过两部戏，所以我们在中间呢，昆达哥也教授蛮多做偶像做要怎么样子的心态和你要怎么去作为，所以我觉得他每次讲话都是很温温的，温温的。小玉你就怎么样怎么样，小玉你就怎么样怎么样，就是我就觉得他这个人是非常好的，而且非常在意后辈他们的发展的。他教你很多，那他结婚了，那你呢？我结婚吗？外面为什么要笑？对，干嘛笑了？工作人员还笑那么大声？我看缘分吧，看缘分哦。近两年有可能吗？不可能哦，两年后嘛。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三位，谢谢这边请来麦克风给我，谢谢这边哦。我在这边有收到消息，张书豪现在跟女主角演的戏不能介绍，先藏一下。对对对，两位看向中心下方的摄影机。两位转向右下角的摄影机，怀秋在这个《碧池女人》《铁须玉玲珑》《败犬女王》都跟家燕合作过。那书豪呢，准备再拍了一个新的，已经拍了，但不能多说，而且那也是关于婚姻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但《百日告别》你们曾经有同一部戏嘛，对不对？《百日告别》我们比赛开始有遇过。对啊，对啊。然后《百日告别》，那我们先来讲一下祝福语好吗，书豪？好哇，你知道我才就是你才难抽离哈，是吗？就是其实真的很祝福他啦，对，然后哇，我很难讲哎，对，反正是祝福，真的很开心，很开心，就是平常看到他的时候，然后跟今天，其实我真的蛮期待的，对，然后可能就是我也知道他这段时间可能会很忙或什么的，对他都有压力什么，然后就是我觉得能够在。干嘛哽咽？你先讲。好，你先，怀秋先讲。那我先讲。他要调整一下他的情绪，他们那种艺术家这样。你先，怀秋。其实老实说，第一次跟家燕合作的时候，是因为在《败犬女王》里面，然后那次的经验也很深刻，因为我记得很深刻，就是我们在海边，然后他就是要淋很多水啊，然后那天身体，他就是。很冷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那天是冬天，然后他又要在海边泡水，然后就那时候就认识了他，然后之后还有机会就一起拍
刚刚你提醒我，我才记起来铁狮玉玲珑，是不是？对。然后最近大家就是比较熟悉的就是《碧曲女人》，然后我觉得嘉燕真是一个非常好的女生，她私底下就是很乖巧，然后我觉得她面对人生的一些想法，我觉得也很正确，然后我觉得我也很向往，也跟她一起学习，所以今天看到她真的特别替她开心，尤其是因为我跟坤达之前常打篮球，你三声的话有点奇怪哎，那球是什么东西啊？篮球二声好不好？中文不好啊。常打篮球，所以今天看到他们两个就是更幸福的加倍，我真的很开心。OK， 谢谢怀秋，苏浩你挑战你的情绪了吗？我整理好了，反正我比赛开始很久以前跟他合作的时候，我觉得他是很有仙气，就是感觉很难接近，然后其实那时候我们对到戏也不多，但后来在合作之后，其实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，而且我觉得他遇到昆达之后，个性又更不一样，就变得很容易很快乐，然后他会散发他自己的笑点或是很开心的东西给大家。是，所以其实今天来的时候，我也跟他说，我真的非常期待看到，就是他可以很幸福的样子。好，那我们赶紧上去五楼了哈，谢谢舒豪，谢谢怀秋，谢谢鱼干女的男主角。哎，三位一起来合照一张，那阿德你就站中间咯，这两位小弟弟就让你照顾，稍微往后站一点点。很、啊、大哥哥，对不起，李淳大哥哥，李淳刚刚说谁是小弟弟？好，三位请看向中间下方的摄影机，左边的钟厚安是曾经跟柯佳燕合作五星级鱼干女，那阿德是我们的好姐妹。好，三位转向中间下方的摄影机，那李淳呢？合作不到100部跟柯佳燕了、哦、目击者啦哦，风中家族一下当他的儿子，一下当他的加害者，对对对，目击者不能剧透。来，三位转向左下角的摄影机，对，好，可以吗？那我们还是要单拍一下啦哦，单拍哦，好吧好吧，好像时间有点赶哦，那就也饿了，对不对？那阿德姐来来来，分享一下参加这个大喜之日的心情。很开心啊，然后就是祝他们好运这样子。是好运。嘿，有刚嘉燕已经有说晚上就要准备了。我听说了，我在开车的时候呢，就看到你们在直播，是，对，然后我就发现说，哎，真的也没什么人赶到，我就慢慢的开。难怪害我们等那么久都不是，因为真的是那个交通太塞了，对啊。而且在现场看到很多很多我们的好朋友，嗯，好，刚刚其实我们在现场已经玩得很开心了，是，你们就继续访问没关系。谢谢阿德，谢谢，哎，周鸿安，谢谢。我觉得很开心，跟柯佳燕合作的时候，他是个非常好的人，然后我希望他们是能够幸福的白头偕老。是。好，谢谢你，他好文艺腔哦。两位都是国语不太 OK 的哈、哦。也不会啦，李淳现在还会讲这个卷舌音呢，在这个大陆发展多少部这个大陆电影？因为我们有一些互相的朋友，但是我都跟他讲英文。今天第一次听他讲中文，就有点吓到你了。每次看到一个就是白人的面，然后今天不是聊他，聊一下今天两个主角耶。李淳，反正今天的那个气氛蛮好的。然后就看到很多，你是家长的感觉，对啊，在搔头，对啊，对啊，所以就替他很开心。是，而且风中家族柯佳燕演过你妈妈嘛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目击者你演加害者，他演受害者。反正我们什么都演过。是是是。对，那你有没有送给这个你片中的妈妈几句祝福语？反正我红包上就是签，就是祝福，就是。嘉燕妈妈、嘉燕女友、嘉燕姐姐都祝福过了，是，所以反正我觉得我跟这个人蛮有缘分的。对，是，那你红包包多少？没有啦，没有，可以开个玩笑啦。你们随便写吧，随便写，随便写一个数字。那你今天来到这个现场，有感受到婚礼的气息，有自己想要准备结婚吗？哇，干嘛问这种低级的问题？第一集啊，回答吧，有吗 ？Ready？ 目前没有啊，没有哈、哦。好，对，阿德奶奶，谢谢你帮我助攻。什么时候想要有呢？怎么样？现在不稳定啊，现在工作太忙了。对，感情不稳定，工作。工作、啊。哦，好，那没事了。我们谢谢李淳，谢谢蔡灿德，谢谢周厚安，谢谢三位。好，阿德干干，来，我们三位一起，三位一起。
原来在你今天穿得很惊人，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，我要帮你收一下手机，我先帮你放旁边。不会不会，来，三位转向左下角的摄影机。好，我们先看左下角。好，三位转向中间下方的摄影机。好，右下角看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先单拍那个爱妃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安妃向后转。好，很厉害。原来妃曾经在《幸福兑换券》跟昆达合作过。好，来右下啊，右下角。好，左边看一下。好，那我们三位，好，我们三位一起在台上来访一下，来分享一下这一次来到我们婚礼的心情。来来来，好，那我们先请小蛮先，好吧，来到今天参加婚礼的心情如何？有没有祝福的话献给新郎新娘？就是很祝福家燕还有昆达，就是他们两个那个爱情长跑这么多年。对，然后我们是我们发财了那一部戏认识的，所以他们的爱情历史的见证我们也都在旁边，是，就很希望他们就是白头偕老，然后幸福快乐。好，谢谢小蛮。那爱妃，那这样子我是比你晚认识昆达他们，因为那个幸福兑换券是在发财后，对，是这样。然后因为就是跟他是战友，就是我们那部戏还蛮久的，三四个月，然后几乎可以是每天相处，然后觉得昆达真的是一个非常 nice 的男生，然后也很祝福他就是找到他生命中的真爱，是我们三位都好好见习婚礼的。好，小翔。其实我没有跟他们合作过，但是我跟昆达认识很久了，然后也有很多共同的好朋友。那看到他今天可以这么开心举办一个这么盛大的婚礼，我真的很祝福他们，然后也祝他们白头偕老，然后早生贵子。谢谢。好，谢谢，也谢谢三位哦，这边请。好，来参加。